日直上一棒被敬远，杨代刚光速敲安打脸，巨人赏横滨。十连败东京独卖巨人与横滨德纳交手，巨人先发。金村信贵缴出七局无失分好投，中场巨人以7-2拿下胜利，横滨苦吞十连败。台湾好手杨代刚今天替补出赛，二打数一安打，有着一分打点。巨人先发金村信贵今天主投七局，刚好用100球，被打二安，送出4次3振以及四保送，没有失分。完美封锁横滨打线。巨人打线方面，为拉牛瓦、坂本勇人以及龟井善行有全垒打演出，全场敲出八安，拿下7分。台湾好手杨代刚今天在第五局代打上场，遭到3振。第七局横滨靖远今天击出全垒打的龟井善行，在一二垒有跑者时来面对杨代刚，杨代刚手球就敲出右外野方向带有打点的安打回应，总计他今天二打数一安打，打击率上升到262%。